哦，三层哦，哇，那这个可以停几百辆车呢？弄一个活动中心。哦，里面活动那蛮好的。哦，这个卖面线。加一个饼干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像图书馆也在这边嘛，哈。图书馆没有在这边，在那边，在那个建安宫那里。对，这边是哦，在建安宫那里。对，艺文什么？艺文中心啊。对，在艺文中心那里。你走。对，很好啊，这个越盖越好。得起要完的，前面报数，1、2、3、四、五、六。37个。哇，四十几年前去的。这边以前跟我走的路线不一样，我以前不是这样子走，以前我就是直接从后火车站那边直接切上去一条路，直接切上去。这边好像是走别的地方，那个庙的那个路。哦，对，以前我可能从那边直接上去，直接切上去。反正自己一个人啊，就跟着看着地图，哪一条路进去走哪一条路了。会经过一个李明中心，是不是？底下有一个土地公庙，会先到一个土地公庙，然后再绕过去，然后才走阶梯。那如果走马路的话，就是土地公庙旁边的马路一直走。我记得有一个他们李明活动中心，经过李明活动中心上去，也是马路，马路一直往里面走。嘉义那边进去就开始。上山了，就上山了哈。哦，他是从旁边这条路，对，我后来有走过一次，有这边一条路，从这边绕上去，经过一片树林。对，我也从这边上去过。对。
不要的吧，应该。